潮白河畔，水云之间，一座西式别墅正为您而孕育。新加坡 SCDA 领衔设计及新亚洲建筑思想之大成，施法西方手法，蕴含东方意境，以大师级姿态傲视同侪，内在包容和睦的东方精神与亚洲意志，让建筑、人居与自然再次完美融合，依水而生，贴近大地，整体景观园林设计营造出优雅的东方意境与自然和谐。庭院是东方建筑不可或缺的精神花园，金碧湖畔的庭院主义让别墅的形态得以舒展，独有一层半结构，开辟社交新高度，通透玄关，隆重典雅，尽显大宅风范，明朗开放，室内室外通透互联，尽显东方之有礼有节。人居自然，和谐无间，内庭景观中心，纳景于庭，明朗开放，框景条窗捕捉阳光的每一分韵律，观景连廊，阳光与庭院立体化交融，细节之处更显真章，细腻而敦厚的东方肌理，温柔而灵动的亚洲气质，漫步其间，心随景动，一水一石，无限感悟。属于金碧湖畔的阶层生活，每天都是传奇，智慧风尚的交流，时尚潮流的幕后，一首老歌，一帘幽梦，一个等待，一个期待，一份感应，一份感动。只为完成与理想的一个约定，只为实现为梦想而许的诺言。意境的力量，亚洲别墅影响那些影响时代的人物，金碧湖畔，恭迎尊驾。